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i S。号外号外，我上次的这个 Unison League 的影片已经破了3000次浏览，就是一个小游戏的教学介绍啦，可以参考影片右上角的资讯卡。所以跟大家约定好的，后面10个留言的一样可以拿到我的这个精选贴图，好不好？赶快去你的留言看看，你有没有得到贴图。同样呢，我再加码送10组的 LINE 精选贴图。现在只要到影片右上角资讯卡的 Unison League 介绍影片里面，留下你最喜欢的游戏里面的职业，里面有弓箭手、剑士、魔法师、枪兵和牧师。比如我很喜欢弓箭手，我就到 Unison League 影片里面留言，我最喜欢弓箭手。那留言的前10个哦，前10个我就直接就送你一组 LINE 的精选贴图，同时呢，在影片突破4000次浏览，我再加送10组的 LINE 贴图。所以就是说，你11名到20名留言的都有机会再得到贴图，赶快去留言吧。那这个影片呢，是光君他把刘备的这个馒头人升到最高等级240等之后，运用在 PVP 的实战上面的效果。那这次三国系列的宠物呢，刘备、张飞、关羽都各有特色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想把哪一只三国系列宠物练到240等呢？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哦。